昨天有那个网友在头条里评论你说，好色农夫呢是在骗人的，这样的山上呢根本不可能有野生的兰花，而且他说他对野生兰花呢非常了解，特别对江南地带的野生兰花非常的了解。那么今天呢，好色农夫为了避这个谣，就特地来到这座山上，现场给兰友们寻找野生兰花，啊，很大块的石头，啊，这些呢是那个橡子树，还有那边呢是松树，也就是阔叶林和落叶林吧。现在在我的脚底下就有一株野生蕙兰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这绝对不是那位网友说的麦冬啊，好色农夫不可能用麦冬来冒充兰花的。因为我的老铁粉丝们他们都不傻是吧，麦冬和兰花长得是一样的吗？我们看一下这株野生蕙兰花的花剑啊，有两个很壮实的花剑，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麦冬还是蕙兰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在网上发言不要太自以为是了啊，也许你了解一些野生兰花的习性，但是你并不了解我这边野生兰花的习性，每个地方的野生兰花都不一样。还是刚才的那片石头山啊，我们呢为了对比一下，寻找到另外一个品种春兰。对，这就是野生的春兰。野生春兰现在的花期已经过了，这段花梗大家看到了，这是花梗已经没有花了，花已经开过了。我就想告诉大家，这样的山上是完全有野生兰花的哈，并不像那位网友说的他对野生兰花的习性呢那么的熟悉，他可以断定我拍的这片山没有兰花啊。现在是早上的10点钟，太阳在这个地方出来，应该说这片山坡呢是朝东略向南，有一点点微微的扭向南边。